话。今天幼儿园召开家园联欢会，小孙女哭着闹着让我去，拄着拐棍走得急，我也凑凑热闹去。吃了吃了，今天吃了八个鸡蛋，外加三碗大米饭，这还少呢。老奶奶，我想向您打听个事儿。什么？你问我有没有劲儿？嘿，别看我年纪大，身体还棒着呢，跌了三五十斤没问题。这都哪个哪儿啊？老奶奶，我想向您问个路。什么？你说我过得苦不苦？不苦，不苦。今年二。快乐的万圣节，举杯齐。Thank you.
怎么才能让这个灯宝宝亮起来呢？我们先来看这个手这样的转灯，齿轮就会转动，带动这个齿轮，然后这个铁丝转头带动这个电风扇，这个电风扇带动这个皮筋，然后带动这个东西小小发电厂，然后这个东西连接灯泡的亮点。那我们来试试它的效果吧。亮起来了，你们知道它的物理原理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让动力和人变的。大家好，Red Strawberry Red Blueberry Red Mango Red Blueberry Red向右，向前，向后，向左。哇，什么情况？哦，火箭发射！行，行行行行行行，干哪行都行，要是不行干一行，不行一行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，行行不行干哪行都不行。今天下雨我骑车差点摔倒，好在我一把把爸把住了。来到杨过曾经生活的地方，小龙女动情地说，我也想过过孤儿过过的生活，多亏跑了两步差点没上上上海的车。用毒毒毒蛇，毒蛇会不会被毒毒死？校长说校服上除了校徽别别别的，让你们别别别的，别别别的，你非别别的。什么我嘟嘟No trouble, I'm all on by that bass, no trouble, I'm all on by that bass.